当阴暗的界限快要失控，旷野之中风起云涌，银色捍卫我守护的苍穹。现在蠢蠢欲动，那不只是个阴谋，挣脱禁锢和躁动。 烈风筝，酒醉炽热的梦，用锥心的痛，助我血肉，炽成英勇。信手执念，拼死相拥，永恒有热血的颂。妖魔在嘶吼，势如乱流，与生死相逢。刀剑刃，撕开烈风筝，酒醉炽热。 锥心的痛，助我血肉，驰骋英勇。信手执念，拼死相拥，永恒有热血的颂。妖魔在嘶吼，势如乱流，与生死相逢。 太好了，大师兄在，老子我可以歇一歇。悟空小心，剑上有尸毒。你的阴招没用了。看我的！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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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被骗了，现在轮到我了！你！ 并没有退散，反而更强了，居然还能复原。<笑>
妖猴太低估本地了。子民们，把他们砍成白骨吧。这些家伙都疯了。一群穷途末路之徒，非凡打架还废话多的人。你杀不死我的，在我九阴师弟的地盘上，我的阴师之力源源不断。狂妄的妖猴，受死吧！你这家伙，我们绝无胜算。悟空，难道我们要这样结束了吗？就永远无法实现了。还有一个办法，万古战士。公主，去掌控自己的命运吧。唐三藏，快拿着妖刀，最后的机会了。公主就交给你了。这是白骨战士牺牲性命换来的。再来多少次也一样。什么？就能阻止我吗？不知所谓的家伙，九地阴师气什么？白骨战士有着极为坚定的意志，你不该小看他。他用最后的意志封印了你的能力，虽不能持久，不过已经足够了。你输了。我是人中之王，是妖中之王。你们以为这样就赢了？黄泉剑阵。逃不掉的。
终于结束了。发生了什么事啊？站住！别逃！啊！他们变回原样了。喂，这些东西说变就变，放走了，很危险的。一火，你快放手！尸气已经散去了，他们不会再攻击我们了。他们也是身不由己的。你们是谁？在干嘛呀？公主，这是白骨皇帝的灵火，他能助你恢复。爱我的人都死了，我独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？他们为了你的将来甘愿牺牲，你更应该好好的活下去，不要辜负他们。更何况你的子民都还需要你。大法师，我明白了，我会带领大家打造一个全新的白骨国。哎呀，师父就是对女妖太体贴了，所以才常常招惹麻烦。哎，不能这么说呀，公主这么伤心，大法师关心她是应该的。哎呀，关心这种事儿老朱也很擅长的，苦差我老朱来扛。吴将，放开我！这种时候你拦着我干嘛？哎，跟着这帮傻瓜冒险，我可能很快就没命了。对了，敖雪师兄，你刚刚跑去哪里了？幸好你及时回来帮了我们。就是出去逛了逛，没想到遇到了麻烦。好在本大爷命大，本来我的确是被白骨妖怪给咬的，还以为会被感染湿气，谁知道突然被一个药包给砸到，上面写着湿毒解药，然后我就吃了，没想到居然真的管用。哇，好神奇的经历呀。嘿嘿嘿，一定是某个仰慕我的人送来的啦。别闹了，尽快收拾行李离开吧。虽然消灭了白骨皇帝，但这里的妖精似乎并无感激之意。他们看起来确实不太开心。师父，那我去把行李车拉过来啊。你谁呀？找死吗？阿雪，对你的救命恩人要客气一点哦。啊，你是？我是你的姐姐，锦鸟一万尺。小雪雪，我是专门来通知你，龙族出大事了。啊！龙族完了，三千龙众都被阿影操控，成为奴隶了。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啊？谁知道你这巨鸟是不是来搞事的？小雪雪，敖灵还有话要我传达给你。这，他说什么？敖雪，你哥哥敖娇将他的荣耀之证交给你，希望你能成为他的继承者。敖娇现在生死未卜，只有你能拯救龙族。敖雪，你回来吧。该说的都说了，至于怎么做就看你自己了。傲娇，不只是龙族，天宫上也出事了。这股压迫感。悟空，你去查探一下。如果不能改变规则，那就由我们制定新的。我是你前
心歃血，为了事先证明，拼尽全力打败你。闭多说，杀死你们这些虚伪的天神！